罗嘉良劉愷威等娱乐圈老牛吃嫩草的十大 Tvb 小生。一，郑嘉颖 vs 陈凯琳，年龄差距22岁。郑嘉颖和香港小姐陈凯琳因为拍江而拍拖，两人一起出席完发布会后前后脚在郑嘉颖的豪宅幽会，令父女恋情浮出水面。二，陈浩民 vs 蒋丽莎，年龄差距16岁。早年在 TVB 打探时，陈浩民与佘诗曼被誉为金童玉女，无奈佘诗曼要事业不要爱情，两人分手之后，陈浩民转战内地，2011年与湖南籍模特蒋丽莎在长沙民政局登记结婚，目前已生下一子两女。三，汤镇业 vs 文静，年龄差距25岁。无线五虎之一的汤镇业于90年代末淡出演艺圈，前往内地经商，一次商业活动中认识了青岛女子文静，两人一见钟情。2008年5月，已经50岁的汤镇业与25岁文静奉子成婚，同年9月17日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。四，吴启华 vs 石洋子，年龄差距21岁。2004年，吴启华和石洋子两人在拍摄《侠医传奇》时相识。2006年11月，石洋子前往武林大会现场为吴启华加油，吴启华在现场向石洋子求婚成功，次年共结连理，婚后生下女儿。五，林峰 vs 吴千语，年龄差距14岁。2012年5月，吴千语参演黄百鸣投资电影《男人如衣服》，结识同剧组的林峰，随后传出恋情。2013年2月6日，林峰录制《劲歌金曲》时，正式承认与吴千语的恋爱关系。六，温兆伦 vs 赵婷，年龄差距未知。温兆伦早所评及《义不容情》《我本善良》《今生无悔》等剧，成为 TVB 的头号小生。90年代末赴中国内地。2013年4月，49岁的温兆伦在微博宣布迎娶内地80后女星赵婷。七，刘恺威 vs 杨幂，年龄差距12岁。刘恺威在 TVB 打探多年，一直郁郁不得志，转战内地后凭借《千山暮雪》等剧咸鱼翻身，事业丰收的同时，他还觅得了自己的爱情幸福。2014年1月8日，他和内地当红花旦杨幂在巴厘岛举行了婚礼，同年6月1日，杨幂生下女儿小糯米。八，莫少聪 vs 孙芸玲，年龄差距28岁。
2011年，踏入51岁的莫少聪与一名23岁内地嫩女孙云玲结婚，因她比未婚妻足足大28岁，从而成为娱乐圈又一老牛吃嫩草的典型例子。9，罗嘉良 vs 苏妍，年龄差距12岁。1998年，罗嘉良与方敏妮结婚，并且生下儿子罗宇成。2007年底，在内地拍摄《完美结局》时，与内地女星苏妍擦出火花，随后向妻子方敏妮提出离婚。2009年1月30日，他与演员苏妍在北京订婚。